需要统计上报全县的养老保险缴费人数，19个乡镇，208个行政村，403个自然村，必须把所有村户的数据汇总在一起。大家加把油，今天必须干完。好的，加油。你给我看一下。 找到了啊，张主任。啊，找到原因了，怎么回事？是我不小心把一个数据的小数点给填错了。我们扶贫办的工作就是穿针引线的工作，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造成乡上的重复工作，你知不知道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麻烦？以后。 现在技术发展很快，已经开发出很多的靶向药了，只要对症，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。还有一种啊，叫免疫疗法。我同学还跟我说，明年1月1号起，免疫的药可以列入医保报销了。你的病比什么都重要，我已经告诉马哈木了，他今天就回来。 谢谢你们啊，你们对我真的太好了。别哭嘛，谢啥？你从今天开始，好好吃饭，尽量运动，把身体养好了。不管怎么治疗，你体力不好都不行，是不是？哎，别哭了，那吃个苹果。 想着自己扎头发了，爸爸说妈妈工作很辛苦，要是我自己会扎头发了，妈妈就能轻松点了。来，还是妈妈给你梳头发，妈妈就是再辛苦，你会给我闺女打扮的漂漂亮亮，是不是？嗯，妈妈今天给你扎高一点，高一点我们更漂亮，对不对？ 对，好，这边。哎呀，豆豆真棒，豆豆已经开始自己学扎头发了，妈妈好感动啊！给，看看啊，这是新开的格桑梅朵拉面馆。
你看，从单位往东走10分钟就到了，下边没事去尝尝一下，看一下，帮我们宣传宣传啊！拉面馆就在那边，往东10分钟，看一看，记得去吃新开的格桑梅朵拉面馆。看一下，来来来来来，新开的格桑梅朵拉面馆。哎，从看一下，格桑梅朵拉面馆新开的，10分钟往东啊。好，就放在这里。对。哎，来来来，过来把这个，把这往前挪呀，啊。老板，哦，两瓶啤酒啊，以后来给你打折。这两个还没有纸巾，放好之后码码齐啊，不要乱七八糟。这个是博玉镇养蜂合作社的土蜂蜜试用装，给大家都分一分，都尝一尝，捧捧场啊！来给我们宣传宣传，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，捧捧场，捧捧场！10分钟往东啊，你们3个记得一起去吃啊！喂，张主任，我听孙立岗，10月8号是豆儿的生日吧？啊，是。我们10月8号开业，你们全家都来嘛？我到时候好好的给豆做一碗长寿面嘛。OK，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！就在那边，拉面馆。好嘞。哎，这张桌子是给小军阿姨一家准备的，谁来也不要坐哈。好。刚才这边就是我们的库房，然后往前走这一排都是我们的无菌厂房。然后再往前面走那一排小房子是我们的甜蜜超市，我们现在已经顺利地建成了年产100吨的土蜂蜜加工生产线，打造了享誉省内外的文档花蜂蜜品牌。在今年我们还成立了联合社，带动了13个合作社、310户农户以及18个村的集体经济。您和合作社拍几张照片，回去好宣传宣传。哎，别拍我呀，拍薛华。他把大部分的收入都分给了贫困户，累计分红了400多万呢。你们呀，得多为这样的扶贫带头人还有合作社好好做做宣传。快快快，拍他拍他！不行，来来来，一起拍一起拍。哦，那你去吧。一起吧。那行，一起拍吧。来来来。周明，我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，晚上就能到家。好的，那明天豆生日，你是不是还得加班啊？不加，我跟闺女说好了，陪她过生日。豆儿，刚才把自己的公主裙拿出来了，说是明天过生日的时候穿。2013年底建档立卡的时候，有贫困人口是3.49万。这两年呢，我们主要是通过发展生产、生态建设，通过劳务培训啊、劳务输转这些方式，脱掉了2.8万人。剩下的这些人呢，有一部分是兜底保障户，有一部分异地搬迁。我们集中的在攻坚一下，实现今年的展现展老脱贫。